哦，有自动合成一阶、二阶、三阶，我跟你说，哦，这看起来好像便宜一点。关掉应该会继续玩啦、啊，可是我不想开台，好累。休息了，陪他几聊天。我做这个事，嘻哈有点累。团结说什么？我说小雨就开着陪他自己聊天啊。哦，可以啊，我开到哈基关好了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反正我也是开的。那我也开着放钻石树好了。没创意，没创意啊！没创意，绝！我是不缺石树啦。我也不缺了啦。我每天开两小时，我还可以休两天呢、欸。用碳推的洞，反正我也是在挖。感觉你们模组都好猛哦，观众超猛的，真的，观众超猛的，观众超猛的，对，观众超猛的，超猛，超猛，没有这个，挂石树咯，大家顺便挂灯咯，赶快练咯，练灯咯，练灯咯，练起来，练练练。酱油。大家休息啊，我要休息了，晚安晚安。有刷怪龙欸。那个很吃电哦。RF2 我的。他很吃电哦。蛮新的，我就培养了。没压力啊。就是要发电机嘛，框架。诶，我没放好吗？为什么没有电？好了，我真的要下去挖矿了。蓝色颜料，蓝色颜料是青金石就好了吗？我是没青金石，我还真的是没青金石。你没青金石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然后你们知道利剑可以快速换快捷键吗？那是啥？利剑我知道啊，它可以切三排啊。切三排，嗯，还蛮好用的。好，做一点火把啦。不然就一直依靠着这个夜视猫猫。夜视猫猫，到时候就说奇怪，这么亮，怎么会升怪？为什么那么多怪？为什么我一直被打？为什么美岩浆？对啊，我等一下要去。超亮的。为什么这款游戏要钱？请问这款游戏要不要钱？要不要钱？我按到截图了，我在干嘛？这么喜欢截图？那么喜欢截图？糟了，被1.13养坏了。我又断了啊！网路打电话，打电话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不行，如果现在打的话，他说重整，他进那边会整个断。啊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我说你们上下楼要打起来。上下楼要打起来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这边先关了。哇哇，没办法，一直断。之后没中华电信地方不能出。所以我还是要烧个铁。这没有用。怎么没有用？就符漏啊，蓝色的符漏。阿哉。这是哪一个的 Project？ 读起来，没石头了，读不起来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子。啊、如果他强化次数已经3次，那把武器数就不能再做任何事情了。
强化之术，你用一用它就会升级啦。啊、升级又多一次、嗯，升级又会有插槽吧？嗯，真的假的？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嗯。我在想啊，假如上面那个箱子满了，啊，东西会怎样？嗯，上面那箱子满了，它 就是假如没办法传进去啊，就会直接、哦、就直接喷出来哦。嗯，所以用青金石好还是红石好？嗯，看你要用什么东西。嗯，这是这个工具叫什么？珍珠佩服了，我棒了。一直断，一直断，最近一直断，这样子好累哦。好愉悦的一直断。对啊，辛苦啦。明明是同一条网路线，为什么最后我的一直断，其他人没有断？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，把他的是怎么会这样子的？把他们的网路线拿过来用。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啊？Google。啊，我发到底。Google 啥？这个自动合成桌。不知道电吗？你有给他电吗？没有啊，可是在想有没有人家就是教学之类的东西。我看一下你用哪一个合成桌、啊哦、说不定我可以知道。说不定知道。马上帮你解决了吗？嗯。哦，我箱子满了。那边就是你刚刚说感觉好像要那个猪还是什么的那个。猪。猪还是那个合成表之类的？我说绿色那个吗？对啊，就让雨月过去看看吧。是僵尸内脏，你真的很潮哎、欸！你也蛮潮的啊。我想说啦，这是什么商业互吹捧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那种，哎呦，这是商业吹捧，哎呦，不错，压缩，冰压缩，你可以穿时装啊。你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地底下的那个关掉？你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做配方吧？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配方的图案啊，叫配方纸啊，它才会帮你自动合成纸。嗯，不然我做看另一个好。先去挖，我家里有骨头吧。骨头不够，你们有没有骨头啊？没、骨头？骨头？骨头？骨头没有。骨头？我好像有，不多。我需要五个。有。然后就刚烧什么西？紫色的燃料，蓝色加红色，蓝色青金石用完了。一个都不剩，有也有，自己过来拿。好，就是要加幸运那些吧。之前啊，两个青金石、啊，你要一个青金石加一张纸，做出它的蓝图啊，合成蓝图。合成蓝图。刚好五根，对对对对。孤岛，我上个厕所，等我一下。青金石，我拿个三个吧。没有挖到黄金，你们说不乱石可以烧是不是？好，我来烧。哎呦，九，哎，骨块不是九个骨头吗？不是四个吗？骨粉，骨粉啊，啊，是骨粉啊，所以不是九、嗯、啊。你是麦块新手。你别忘了你之前自己写过要骨块的任务哦。对啊，我一直以为是九个骨头啊。哦。啊，你的树好特别哦，是不是？那个声音变很小声，那这样子嘞？刚麦克风跑到下巴去了，刚在揉眼睛。刚在揉眼睛。九个哦，
那、啊、到时候再来研究。这我这样先把这个收起来吗？这样子就紫色了吧？哎，紫色不是这样子吗？啊哦，红石不是红色染料哈、哦？不是啊，嗯，不是。要红色染料吗？我这还是有哦。那好像好花，我好像有，我好像有，我好像有。好了，刚刚讲到哪？要什么？红色染料。对啊，你们现在在做哪一个？哈基，哈基，嘿，等一下，你下来，白痴、啊，扫错了啦！你看看这个东西，你有做吗？我手上的没有这一把，你给我回去！不想进去会被扫掉。哇、哦！我要看，我要看，好用哦！他用完了啊，用完了，哎、啊，我还是要过去。知道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？收割用的镰刀。哦，你说一次劈就是九个那个吗？三啊，对，三乘三、啊欸。所以自动合成有个底了吗？还是还没？还没。好吧。再研究再研究，我先做另一个看看。哇。你不是已经拿了青金石了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就做它配方纸张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应该就可以做了吧？纸加那个是？为什么三有唱片、啊？加一个啊，青金石。好，合成配方吗？合成蓝图。合成蓝图有了。這個、放进去吗？不能放啊。你合成蓝图我放里面了。是要怎么用啊？还是该不是要先写，要另一个桌子写？我在写，有可能。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。输入充电塔、电池盒、框架、工程桌。我先去做刚另外一个。活塞子吧。坐在这里。嗯，可是没有黄金。另一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侦测器、知音、两个红石、六个石头。有，有了，自动合成台了，有了。诶，合成难度多少层？诶，啊，铁活塞铁，切切切，切切切，切切切切切。诶，那当时传去哪里了？诶，里面怎么传去哪里？为什么里面在扣了？我没有写它的那个。这样子嘞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需要红石信号才会工作。难不成？嗯，不用啊。你可以调整啊。这是调整它要不要红石信号。哦。那可以调整的、啊。可是你没有给它电啊。这也要电啊？当然了。都要电啊！哪一个？等一下，说跟你们说要电，这个就不用那个了，不用合成表。哪一个？你后面这个，看一下，你可以做它，它应该有发它的发电机吧？你就做一个发电机放旁边就好了。可它还扣哎、欸，为什么还增加？哦，箱子倒过来吗？对啊，箱子倒送过来的啊。它应该有要有个发电的东西吧？你就找个做个发电机啊，它这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。Z Y C， 我找一下。哦，发电机有很多种啊。你没有紫色染料吗？多的。有啊，青金石加红色染料就好了。加红色染料。哦，好，那我回去了。你就哈基，
嘿，我看有一个蛮简单的发电机啊。哪一个？你就打发电，你就会找到很多的发电机。很多的发电机。你就会找到很多的发电机。我想说，哦，这每一个都可以用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的。那个右边那个怎么开启？Ctrl 加 O。Ctrl 加 O。哎，我刚按了啊。没按好，你想哎，转照，好，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啊？为什么？